吗？开始，好，那你继续，你继续练习。对啊，我是一直都没看到赖，你有看到他吗？你还不想练了？没有，我没有不想练。那就继续练。好、哦。你看到他就也不知道。这边最晚到三点半，我们就滑到这里结束好了。好、哦。对吧？好、哦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忘了帮你插回去。那这样我的 GPS 怎么充电？有一起的，我顺便检查一次，应该都有吧。全都开着。好漂亮哦，今天。对啊。划算了。啊。今天最漂亮。很漂亮哎，就是蓝天啊。对啊，要肉眼看这个雪具。超漂亮的。其实我们不是肉眼看，我们还是隔着雪具。哇，也太亮了吧，可能会要瞎掉。啊、看一下。哦妈，眼雪具哪里太亮？对啊。我定住了，看那个。好 ，OK。鼻子要遮好，我觉得今天会射。我都有遮好。都没看到他、欸。奇怪了，我看到。我刚看到，然后上面现在有一个人坐在斜坡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你要休息吗？不用、啊。那就走了。啊，脚麻麻，滑在你后面有点痛苦。真的、哦？啊，我就要刹车啊。所以我就只好一直刹。干嘛这样说痛苦？那走开啊，自己走自己的路啊。刹就刹很累啊，你自己脚酸的原因也是累。脚麻掉了，怎么办？先走啊！哦。
很乱很乱，还是很害怕。对啊，朝右转的时候都三级。Thank you.
こっち左側とか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まっすぐ。あ、あっちを通って。
收雪堆里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摔倒吗？累了，这个滑很累，还蛮累的，因为会紧张。是啊，你不会啊？不紧张，我前面会很陡啊。好。然后我的左边站不好，踩左边的站不好。我觉得我腰好酸哦。好，那这次滑下，我们就在下面等小丽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然后换滑别的路了，累了，你先再来。好。我不想要一天把力气用光。腰还好吗？有摔到吗？有，刚摔那个窟窿哎、欸。什么窟窿？现在不是有一个快到那个旁边的吗？嗯。旁边的雪道，人家滑上去说冲冲冲的那个。嗯。啊，我想，哇，试试看啊。嗯。就你要在哪一边啊？你是挤过来。有一个就是类似这样子雪道，嗯、然后你这样滑过去吗？嗯、然后就跟着滑过去啊，嗯、然后就它后面是个大窟窿，啊、是个滑雪的那种，就是那个 ski 的那种大 mongols 那种 mug， 然后就是 mongo， 是 mongols， 不是 mongols， 反正就是 anyway， 反正就我就雪板这样直插进去，然后就爬出来，爬出来。哦，好嘞，爬出来之后就遇到小丽了。哦，所以你有看到他？有啊。然后结果他就跟我就跟他坐缆车，然后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去那个，我刚滑那个中学公园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好啊，我跟你去。”结果过去之后，他就自己滑这边，很过分。中学很可怕，站不稳。可是你刚刚会吗？刚那个中学后面有站不稳，前面还好。但是还不错吧，我有充血，然后直接插在，就整个人就插下去，好好笑，就进去了，他就插下去了，蛮累的，充血我了，因为我们今天一早八点就到了，嗯，因为一出门就是雪场了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开始滑，小排排队，小丽说九点。去滑别的、啊，他刚刚本来两三次前他就玩这个了，这是什么？是林间哦、啊。对，我没有要滑树里面、啊。不是树里面，就林间啊。好、哦，可以啊。对不对？只是不知道小丽的意思，滑下去的路是指哪边？不知道是林间还是什么？没有，他本来说直接那边下去。那我们就滑林间下去了，那看起来不错、啊。感谢你们这边。第二 lift， 对啊，不管一或二，它长这样嘛。对。然后林间是这里的，嗯，应该这里吧。对。尤其到那个黄州老师的广场，这就要收工了。看你啊，看那么早，今天天气那么好。那你不是说你不要？我是说不要一直重复这个，可以吗？那还是你要，你不要林间才知道，你要这样持续这样去下。那我们有滑过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一直在这边啊，我们在这边啊。那你要卸、啊，可是刚刚没看到我继续下去的，对啊，就在另外一头，然后下去，还是你要这样子下去？再滑一次、啊。我觉得这车恐怖。
本来小弟是说要，我的腰痛。真的、哦嗯。就是滑那个红线上一路 non stop 这样下去。嗯。你要吗？可以啊。Really？ 好、啊，那狗，那狗。Let's go。它的帽子很像西瓜，颜色超像。那是男生吧？男生跟男生啊，但他还这样搭着他的腰，很废啊。其实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，好像是男生哎、欸，真的。哎呦！如果你会不舒服，我们就先回去啊。你们那摔的真的很可怕。有啊，看起来很可怕。你说是他儿子？嗯。这一直在动，我就想说，人家雪板踩到他。对啊，会碰到啊。我都没碰，我腿太短。Ski 比较长啊。都没有小动物。啊啊啊！啊？都没有小动物。这有小动物就很恐怖了，好不好？有啦，它很多小脚印诶。有啊。对啊，那都有小脚印。小脚印。为什么？小动物啊，很可爱啊。也不知道它们躲哪去了。刚躲起来让你看到，你真速度很快呀、啊！刚才戳到他头怎么办？你说都滑下去啊？对啊。不是他们在林间跑，应该比较不会有人。哎呦，我的脚冰冻。真的、哦、会冷哦，穿三双哎你。对啊。有啊，小动物。啊。那是乌鸦吗？我的小动物。哇，那打开那紫外线真的很强。嗯，我看我的有没有拉好，我很怕我的鼻子露出来，我会黑。对啊。超亮的，我都快瞎了，没有办法拿掉血迹。哇嘞，那你过去一点，看起来那东西错误弄到你，因为刚刚小弟跟我下去，我就。靠！你怎么一直挡在我前面？因为我是侧的。嗯。真心，真心。
本来想帮你录，本来想要帮你录，但你已经下来了。对啊，要帮你录吗？不是有开那个没有？哎，小心！有开啊，我是说用手机录啊，回去比较方便看啊。怎样？我要坐，哎，我来坐着休息一下。对啊，我就想坐着。哦，哎，太低了，滑下来了，好低。刚小叶是说这边滑到这个缆车3:20。3:30吗？我不要啦，再去看看啊。你最好休息吗？冰敷一下我的脚，我累。那你要换哪一个？我们已经过了，对，我一定。哎、欸？哪是啊？我们是在。林间道的头啊，我们在林间道的头，不是吗？我们还在林间道上面一点点哎、欸。你是弹开了还是你松的？没有，它才这样，是这样。你还想一直滑这个吗？啊、我们就第二 lift 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啊。对啊。我说好花别的啦。哦。好吗？你觉得好吗？可以啊。只是下面我其实随便，我只是想要换个热滑滑。今天天气那么好，就多逛逛啊。对啊。哦，我们可以林间道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就是滑到看到马的背，然后从那边看一下风景。马背。就是黑线，我们不能去的。怎样？因为我的头发你没绑带绑头发的哦。掉。长什么样子？粉蓝色。一圈吗？有好多圈。哎、欸，那我好像在厕所看到一个，但是好像是灰色。那应该是。上面还有点饰品吗？对对对。那可能是哦。掉。我在哪一个厕所看到的、啊？哪一个厕所看到的？好像是刚刚那个、欸、Jackie Kitchen 哎、欸，这个吗？你在那个 Jackie Kitchen 还有带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Jackie 是这个吗？对啊。在哪里啊？好像是那个看到的。Jackie Kitchen 在哪里啊？下面吧。哦、那我们就拆白顶走到那边去了。我好像是。不是那不一下。那我们去那边上个厕所吧。好、啊，都可以。我脚冰了。
那你先走去。好。反正你就在那边等我，我等到他我就。这个你要拿还有我拿？你拿。好像他来了，在滑的那一个，什么？他的衣服很明显。人家是这样，嘣嘣就出来，哦，就嘣插进去。他去滑很左边。哦，那个鱼去滑很左边的，刚要揪他都不要。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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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要去找一下他绑头发的，大概第二间还是第三间厕所吧。是啊，厕所。他的绑头发不见了，我说我有看到。滑别的。没有。好不好？滑别的了。滑完了就要下去，我们直接去休息区啦。去喝个水。对啊，就是休息就对，先休息，然后接着就滑下去了。我起不来了。需要帮忙？不用，我可以，。教练说我弹性很好，我就是坐在地上也可以自己起来。真假？真的。你是不是在练转很小的？你是不是在练转很小的？其实都是一样，感受自己换重心的那个感觉。因为你换重心的时候，那时候要敢站得起来，所以都是要练习。而且换的时候不能把重心。换到山上去，要逼自己重心一直朝山下，偶尔会忘记就是。
帮我弯一下 GoPro 吗？第一天就中。